死之前，话我系汉人嚟，陈相国系我生父，而且仲有出身证明留喺江南，现在知道朕身世嘅只有康妃同方露，故朕在同朕去江南，走。 我哋已經翻到嚟中原啦。係啊。
古镇，在。 朋友，究竟有乜嘢冒犯？你系咩人？竟敢闯入墓地？ 鹰爪神拳，鹰爪神拳，少林叛徒古镇，佢系乾隆王嘅亲信护卫，佢点解会喺路上国嘅墓地出现嘅？哦，乾隆梗系嚟咗江南啦！哎呀！ 佢哋嚟咗呢一度，对我哋嚟讲系非常重要。嗯，二陀主、三陀主，不过少陀主唔喺度。少陀主唔喺度，老陀主嘅遗言，你话佢哋会住喺边度咧？我睇梗系住喺佢嘅行宫度。 洛天，在，即刻去查。系。
叛逆众多，出门无常，你要多加防范。奴才已经传令落去，严密戒备噶啦。老爷，请皇上早啲入房休息啦。 胆鼠辈，深夜擅闯行宫，究竟想点？背叛师门，今年做满清嘅英犬，无耻奴才，你唔配同我讲嘢。放肆！你哋梗系嫌命长啦。如果我哋系怕死嘅，就唔会嚟啦。 你哋今次插翼都难飞，睇住啦！ 调虎离山计，我要去保护皇上。饭桶，既然佢两个就系丰隆同康妃，点解仲会俾佢哋走呢？奴才该死。哼，臣永重受赐内旧家，罪该万死。仲快啲去追，快啲去追啦嘛！系，咪住。 传令落去，第一唔好惊动老百姓，第二唔好打草惊蛇，第三我要一网打尽。少台主，你话你嗰日见到嗰个人，唔知会唔会就系当今皇上呢？乾隆。嗯。 萧台主，你同香香姑娘咁快就翻嚟，有件事要话俾你知。咩事呢？阿
老陀主喺临死嗰阵亲口同我讲，佢话乾隆系汉人。 少陀主同佢仲有血统关系，吓、啊、有咁嘅事？嗯，就系为咗呢件事，佢先至会微服下江南，想杀死我同方龙。我睇乾隆一早就知道噶啦，老陀主在生嗰阵时入过宫两次，暗中策划反清复明。 事关系重大，我哋一定要从长计议。我睇呢件事其中仲好复杂添，最紧要嘅系点样等你哋兄弟相见，去谋复汉大业。今次我同康妃行刺失败咗，而家只有想办法等陀主你哋兄弟相见。唔得。 万一画虎不成，我有一个办法啦。吓、啊，咩办法？嗱，你哋几个俾心机服侍公子啊吓，同公子饮多几杯。 公子前去打赏你哋噶啦。诶，呢度系醉香楼地牢嘅暗门。哦，入去。公子啊！ 你仲要点啲咩添啊？哎呀，公子，乜你睇到眼定定咁嘅啫？小红啊，快啲斟酒啦！ 饮多几杯至好噃啊！好，真系好，嚟过嚟，过嚟，过嚟，喂，快啲过嚟啦，荷花，快啲嚟陪公子坐啦，小红啊，你坐开啲，荷花啊，头先公子睇你睇到眼定定啫，快啲过嚟陪下公子啊！嗱，服侍下公子啦噃，嚟啊，敬公子一杯啦！ 荷花，你今日真是有福啦！呢度咁多姊妹，公子都冇一个中意，净系中意你咋？公子啊，你既然中意我哋荷花，就要上下面饮多几杯啦噃。好啊！嗱，俾啲心机服侍公子啊吓！嚟啊嚟啊，饮多杯啦！嗯。 嗯，荷花，快啲斟啲酒俾公子添啦！你饮杯，系咯，你咪饮剩佢啦，饮剩啦，你唔好咁。 好好好，啊！我哋同你执咗间房噶啦，公子，你入去啦。公子，嗯。
好夜噶啦，翻去吧啦。你要快啲扶公子入房啦，快啲去啦。啊，嚟嚟嚟嚟，啊，公主请。啊，好啊，请。客官啊，等我嚟陪你啦。嚟，嚟。呢度系啦，哎，好啊，啊，荷花，为咗帮佢完成复汉嘅大业，只有呢条路可以行。快啲嚟啊，荷花，荷花。公子，荷花，后边有声啊，咁啊有人追嚟，梗系古镇啊，一定系佢。洛天，啊，而家点啊？洛天，你带佢哋翻去先。系，走。又系你哋两个，皇上而家喺边度？即刻送佢翻嚟，就免你哋一死。
是非得宜，失礼之处，请仁兄你多多原谅。皇上，请阿房里边更衣呢。佢系边个嚟？佢就系回疆嘅香香公主，亦系我哋少陀主嘅未婚妻嚟。因为好难请到你嚟，所以先至咁样嘅啫。系咩嚟噶？呢啲系大明朝皇上所着嘅朝服啊。系，你同我唔知系汉人，而且仲系亲生兄弟。乱讲！边个同你系兄弟？我哋系兄弟。其实你一早就知，点解你仲唔认呢？你系汉人，更加唔应该助纣为虐。你捉咗我嚟呢度，究竟想点啊？想请你重建汉室万代基业。你口口声声话我系汉人，同你系兄弟，你有冇证据？有，喺边度嚟？三日之内我攞嚟俾你睇。真嘅？当然真啦。只要你攞到证据啊，咁我就……你就点？我就向天发誓，同你共图复汉大业。好，一言为定，小弟立即去攞。
弥陀佛，施主一不敬佛，二不焚香，走嚟呢度到底做乜嘢事啊？在下有事要求见主持方丈。施主，知唔知道少林寺有规矩呢？请大师指示。施主，过咗我哋啲关先啊。两仪，四象，八卦，HUH!
喂！在下有事要求见主持方丈。知唔知道少林寺有规矩呢？过咗我哋呢啲关先啊！请，请，十营军。Yeah!
施主，请翻去啦。阿弥陀佛。为咗救国救民，一定要见到主持方丈。侥幸过咗第二关，想见主持方丈，仲有第三关，危机重重，请事主多加小心。阿弥陀佛，多谢四位大师相让。咁够胆私闯禁地，在下要见方丈，冇咁易。卒之都嚟到，阿弥陀佛。
少林。系唔系陈陀主啊？陈家洛拜见主持方丈。施主，你年过几关嚟都藏经楼，系咪要攞乾隆嘅身世证物啊？系。呢件事关系天下安危、苍生祸福，你要同老衲印证下少林绝招达摩十二型。如果接得晒咁多招嘅，就可以入去藏经楼。好，一言九定。龙战，龙战，十二型嘅拳法，你接咗十一招啦，英阳。善哉善哉，若医不死病，佛道有缘人。施主，请。多谢方丈。咪住！方丈，头先传嘅，施主，头先所传嘅达摩十二型绝招，你明白晒未啊？我已经明白晒啦。藏经楼仲有三关，木人阵系考验你所学嘅嘢。施主，第日撞到本门半途古阵，就用老衲所传嘅离破鹰爪神拳啦。
弟子知道啦。
请，承让。多谢各位大师。多谢主持方丈。福康大业就靠你啦。系，咁你去啦。弟子告辞。呢封信系娘亲亲笔写，将你同公主对调嘅情形写得清清楚楚噶啦。原来我真系汉人，而且同佢系亲兄弟添。不过佢系反清噶噃，大哥。而家你唔会再怀疑我啦？我贵为天子，一言九定，一定同你共谋复汉大业。不过你要应承佢两件事先。你讲啦，系边两件事？当今皇后系满洲人，应该废咗佢。香香公主又靓又贤淑，我想立佢做皇后。不过佢系你嘅未婚妻嚟嘅，唔知你肯唔肯割爱？咁点样啊？好啦，我应承你。众议会由我嚟话事。听朝喺杨国山祭坟。
Ha!
如果当今大清唔系我做皇帝，啲老百姓边有安乐嘅日子啊？